So do not rent a courtroom in Hong Kong and punk Samsung around because they can go to another courtroom and there's choking. So slowly, step by step, it's just a pose. It's just a pose. 只係一個崗位，我哋要有個人嘅信念，唔好話信仰，信念。然後其他佢唔打電話俾你求助 ，say help 或者請救。所以要小心咯。有啲錄影片段，啲人會收收埋埋咁樣，然後想知道你心入面有世界上邊一個富豪或者國家領導，你會聽從。原來係天時地利人和事，每一件事。如果我是負責那個的最快最轟烈，轟烈，轟烈不是轟烈，是轟烈，你知道嗎？轟烈的意思是不要組織一啲嘅 ，you know， 太過影響社會交通啊嗰啲狀況嗰啲嘅聚會啊嗰啲啦，名為轟烈地可以用數碼方式，好似呢一段片段咁啊。咁身為一個英國爵士、法國同埋其他國家。爵士分鹹啊，同埋產油國家王子身份，我應該比較看好好多你哋嘅成長過程睇唔到嘅事情，因為有啲嘢啲人話好邪啊，例如啲。鬼魂啊嗰啲咧，話可以推得喐嘢，但係又唔可以拎得起。所以你嚇鬼嘛？我開個火爐，把你啲鬼做，然後人間蒸發佢哋火盆。我真係買咗嗰啲石油氣同埋桶型嗰啲石油氣啦、火盆啦，然後炸曬機咁樣啦。然後希望佢哋喺度跳舞喎，周圍飛。你中唔中意聽中文嘅鬼鬼咁啊？然後開曬火盆。嗰啲石油氣嗰啲咧，可以買一罐咁樣塞入去開火，然後炸曬機喺屋企咧，劈鬼劈邪。然後呢一啲就係劈邪啦，所以小心啦。然後再講翻，我仲未結婚，又乜又乜。我咪又係成差唔多四十歲，所以男人四十一枝花咁樣，然後啲人好似啄唔斷咁樣，然後成日都要話：，哎，我想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唔需要嘅，其實真係所以我係唔會同順德佬啊、佛山佬啊嗰啲混合作。因為領教過，唔係領教過，即係過過手咧，好度縮過嚟啦。即
即係冇蹊跷嘅。我試過買架單車咁樣踩下單車咁樣啦，然後個單車俾人偷咗，咁我買到第二架啦，再偷。好彩未買車，係玩下單車先。呀！啲順德路嗰啲，啲佛山路上唔落，即係新世界一定會喺度做。因為再講一次啊，講笑咩？新世界係成個國家道路連網，係可以鋪電線。呀！然後嗰啲行政人員方面，你估呢個上任期會幾耐啊？五年、四年，比佢加裝或者係裝係做唔係組裝嘅裝係點講咧？加碼或者 double， 一兩期，八年、十年，所以忍下到到下一任，然後先至還。畫得出咪又係咁，有飯食，有公開，有我哋初初嚟香港做居民時嘅上空望落嚟嗰個開陽景緻，所以會有即係嗰個開陽景觀，呢個世界其實係由你嘅室內可以反映到室外。所以如果俾人圍嘅話，可以了解一下啦，然後報幾種案件，唔好淨係去警方啊！我上次都報咗警方同 ICAC， 再報埋海關，又可以報埋民安隊。銀行啦，所以銀行職員當然要知啦。寫信寫唔到，我再提醒多一次，我用普通話國語講過一次。一個手機，一個 MP3 機，手機講話打字不好，還有 MP3 機，然後 MP3 機之中。里面会知道哪一个字要改，打字的时候就省时间多了。意思是一个电话语音打字，另外一个电话 MP3 机并用，然后你那段文章自己 send 个电邮给自己，然后其實是全段文複製 copy 意思，黏上貼上，意思是 paste copy and paste， 那你就有成段 report 咯。所以有時啲差仔 excuse me， 你都六個月 boot camp 我兩年 boot camp 啊，連續。冇得翻屋企嗰只，啊！你每個禮拜日日都翻屋企咁喎，啊，幾好。所以有陣時啲人話，即係要好聲好氣啲，因為人哋有六年，係咪 excuse me 六個月 boot camp， 咁我哋都要遵守下呢啲規例。你都有交通安全隊啦，有基督教青年團啦，有童軍啦，有紅十字會，有醫療輔助隊或者其中嘅秘書職務，可能可以嘅，所以有張 shirt 有個訓練，保安人員都唔係好難考啫嘛。禮拜六日兩天考一考個筆試，咁如果老師、導師，你係導師，導師導字下面做個串，導師 K
其實你的演說內容或者是你的內容和那個pamphlet 嗰個或者係個 package syllabus 或者嗰個 package 唔係咁相稱。如果我考唔到，我會要求退款或者去消費者委員會嗰度。或者喺 sign up 之前考唔到第一次，可唔可以補考啊？所以考翻個嗰啲保安牌咁樣落口供啊，嗰陣時咧 ，MP 三機電話錄音打字啊，然後就識到個新面孔啦。所以那些什麼靈智做宣傳說財爺那些上過兩任嘛，上過一兩任，人家爭到頭馬，就是拉頭馬剛剛回歸那年那屆，我連回歸之前那些 file 我都拿到，但是要慢慢一步一步申請。即如果有人話，例如我一回嚟即刻查翻我拐我嗰兩個嗰啲出入境記錄，佢話冇啦，燒掉咗啦，但我報咗去國際法庭先，咁我哋咪唔使俾税地税999年嘅喎，咁又唔得，咁我點做英國爵士咧？我哋要做識貨嘅英國爵士噶嘛，所以俾住税先。出入境記錄不得，但是物業資料的擁有那些在律師行裡有會有，但是出入境記錄吸過印那些其實視乎那個人的個背景，因為當時有很多80年代初前鄧小平國家領導那一屆，還有李鵬，不是李鵬飛，李鵬飛那時候是新華社總李鵬總理那代，那個年份那期很多香港人被迫要選親中或者比較西洋書本，這個世界最美的就是你了，you know？ 都說是你了最美，行了，所以，you know， 如果說回歷史或者是說回，即是查回拐你那個人的出入境記錄不容易，然後只是報了上去，即是國際刑警那些，我說喂，我盡了我最大能量，我見過 不乾淨或者是他說話有些淫啊淫，即是看著我可以流口水這樣，我已經報了，然後我回來有問過英國領事館和文化協會隔離的整個龍要搜身那個國際那個領事館，即不是廣州那個，是香港那裡High Court Row 那裡，高等法院或者是最高法院金鐘的位置，上半山斜路那裡。Do you guys have, I mean, does anyone know how I can ge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immigration? You know, 他說那些 data 已經可能燒毀或者是壓縮了，然後我說
幾多錢可以印翻一張出嚟？又入咗去問，好少人問呢個問題。然後最後諗到一個人食平日食乜嘢飯、意大利餐、意粉或者 KFC 或者中餐，日本餐，或是香港嘢，三文治，可能你就會被人砌咗你幾多身份、國籍，唔係砌咗你幾多身份，即係砌檔案啦。所以唔係只係你嘅佢嗰個出入境記錄要需要知道，係你服唔服唔服呀？等等先。Thanks， 我哋識點做嘅，我辦事，你放心，我唔服你嘅。然後去警務處，我用現金俾，信用卡俾嗰啲，計入曬倉。所以。查你不服的人的背景不容易，然後有很多這些 court proceedings 是需要有court proceedings 意思是盡量得到證據和證據和充足的理據，怎樣可以脫離一些魔掌魔掌魔掌、okay？ 我們身為香港居民應該盡量盡量盡量發展好香港的經貿發展，然後每一日每一天盡量可以讓人見到你在哪裡報個平安咯，然後你們所以有很多那些傾談方式又說什麼個身體的健康是不是你要你按鈴你都不夠按鈴交的，不是我用通理，我不用你以為我不懂吃飯 you know, of course 我當然記得吃飯，所以所以遲些那個市場股價很多股票會可以再升翻，或者有新公司，然後有些創舉的，其實今個年代這兩個年代會有多些國家中國發展的公司在美國都上市，或者在其他更多
資金來往的地方，因為我已經提過有很多以前有些壓迫或者有些框框的說話，例如你知道嗎，你聽不聽到剛剛那句話，你知道嗎，內地大陸大陸的公司的股份是不可以帶離開外國去到那邊的，即是不可以帶出香港和中國，但是可以用來做抵押，然後找人擔保去外國讀書或者提早回來，都還有人際網絡啊，這樣咯。所以 That's bullshit bullshit 牛糞便，放屁，帶不離開中國可以做抵押， OK， 但是要小心，一定要中國銀行先，如果不是就國產，you know， 意思是賣國產，如果你不給中國銀行先。但是我用龍野銀行， yeah， 你們繼續做事先，我遲些先跟你們搞生物學， yeah， 生物的化學， yeah， so that was my joke in 2007年，我竟然在香港找到一間銀行，上到去深圳空的裡面，是剛剛調咗，即係調曬啲台台凳凳啦。我諗可能係，或者係得個招牌霸住個辦公室先。Yeah. 然後我用咗農業銀行啦，因為有陣時 save the best for last， 意思係最時間最昂貴嗰、那個。之後真的咁有福、所以農業銀行先啊，然後記得內地如果話帶唔到資金離開中國或者香港咧，係要抵押，然後就可以考到許多學府，國際學府的手續，所以有很多公司會在外國上市，或者在外國得到那個上市公司再重談。所以如果你識英文或者聽得懂我許多英文，或者開始聽得懂移咗文先，然後在外國盡量闖一闖，但記得聽音樂，是強化心情的。所以有時為何我做手勢，我其實自己一個人工作，因為不是 P 出來的， yeah， 所以外國上市會可能是你的其中一個好的投資方法，yeah， 或者投資機遇，所以不要擔心國家發展，尤其是有我，因為已經兩個小時了，大家各位可能收聽了很多，然後成五十幾分鐘 ，OK， cool nice， cool 的意思是 cool 啲，you know nice， thank you， 俾人兇添，唔好剁頸，如果唔係好痛好痛，我遲啲先翻嚟。我吃飽飽。
所以之所以有許多十八區人知道很多的概念，不要說公司名太多，就說溫習緊看緊有錢的報，你透過姨媽姑姐才可能不要搞我。所以之所以是不會跟一些亂來架爛來的合作，所以你要看你對手是什麼，然後有些我們可能覺得哇好像不露面，好像歸功那樣，那些你是正在好像我一樣成立一些企業營運，或者你真的歸功，然後叫我刪過，然後激怒我跟你真的抽。Are you trying to get me to appoint a son or daughter and piss me off, you know, trigger me in really angry case and just box you? Awesome.香港人有努力的心態先。我又作了一個分享了一件事，臨走之前我作了一首，我作了一段文章去形容人怎樣可以好像我這樣想到很多思考的好東西。因為我在洗手間的時候叫做寧靜清靜時刻，所以我變了億萬富豪之後啦，富翁啦，唔好話富豪，唔係好豪，富翁之後，我有啲女性朋友咧做咗男性，男性朋友做咗女性，唔係朋友，但係前同學。然後其實係一早已經發生咗大部分。一步一步嚟啦，因為世界有好多事情係可以一步一步嚟。我要，OK。所以嗰個文章叫做 Quiet Time， 寧靜時間，就係打坐。咁樣嗰陣時我以前嗰度可以睇電視嘅，可以喺啲洗手間，或者睇電話，但係要遮住咁樣啦。下一個 search 先，類似咁樣可以思考一下。咁你喺電話度做緊嘢，唔算思考緊，所以你有陣時自己要小息。如果唔係，好容易俾人騎住上，或者食住上咁樣，唔知你講乜。第一，我唔會同你簽約嘅。因為你嗰啲咁兒戲嘅合約，又冇律師，又冇律師蓋印。你估俾郵政局嗰個嘛？那個就已經算是合約的，不是合約，即意思是那個已經算是同意書那份文件。如果你沒有簽的話，被人拆你招牌，所以不要沒有簽我的名字， OK？
內地唔需要，因為內地許多省份啊或者新公司嗰啲係一個發展緊嘅步伐。如果你收到我未來律師信，我唔使太緊張，只係需要有提供一啲公司嘅事情啦，然後盡量唔使擔心，因為香港之前受到一啲好滋擾嘅電話啊，或者係滋擾，然後話你嗰間公司我哋想同你改名做股份有限公司，估你個頭喎！股份你估咁容易，即係話股份係股份公司架構入面你可以有嘅股份咯，或者所以唔會同人哋爭餐爭好多嘢嘅，所以要一步一步嚟。所以唔好自殺，唔好擔心，真係一步一步。因為你會同佢講話社會有其他出路，然後唔係我請咗你食飯，我喺請你，即係我喺食飯嗰段時間好有尊重你嗰個時間，所以同你撐咗台腳之後，大部分時間我俾錢，然後你爭俾錢咁樣啦，嗰間可能係黑店嚟嘅。你估做 show 啊？邊個賣邊個單？你估做 show 啊？邊個賣邊個單？你估做喜劇啊？邊個賣邊個單？香港有三條狗噶嘛，所以邊個賣邊個單？我得 Q 閒你啦，青菜。青菜是青苔，草花邊是不是有個苔？青苔誰買誰的單，你都不值我的時間去探討。所以不要被人逼你自殺，不要被人逼你說欠他什麼欠他什麼，然後可能可以聚居一起啦，遲啲。